今天还是人多力量大哈，解决了好多活，自己说都干了啥？累懵了都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干了好多活今天啊，现在在收尾，收完尾我们马上吃饭啊。告诉大家今天干了啥？餐厅搞定了，然后两个公共洗手间也搞出来了，大门也刷了。空调也快装完了，还有什么？马桶也装完了，洗手台马上就结束。对，洗手台马上结束，垃圾这个明天早上清。今天进展突飞猛进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！好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看着天多漂亮。又是幸福的一天啊！人都到齐了啊！到齐了，来吧，各位劳动叔叔。来，都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干杯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是从昨天那个飞哥开始通知我啊，我就开始了。我2点多睡的，我五点就醒。因为大家吧，出来工作呢也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出来都是为了挣钱。你说到这边来吧，还在干活，还耽误大家挣钱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你要这么玩的话，咱以后咱就 不把你们当兄弟。对呀，那还有朋友吗？但是兄弟也得生活呀，是吧？这玩意儿就没朋友了。生活跟生活的吧，在我们聚餐以外是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聚餐以内，我们是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再说我的故事。我们都一样。对，我们都一样。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对，都是为了生活，为了没有生活，对，为了生活，是吧？其实啊，大家啊，都是对送外卖的，哎呀，送外卖的其实也挺好的什么的。但是你真正的到现实生活中，就是个送外卖。大家说是这样说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送外卖的也挺好的，凭自己能力也挣钱。对呀、啊。但是在这个咱们送外卖当中，还是要受到很多的歧视。对，歧视。没事。其实没有，大学生送外卖多的是，大把大把的。你对有太多了。我给你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、啊、送外卖的时候，是不是夏天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坐电梯？对，很多人其实还是嫌弃我。嫌弃对呀、啊，对，他就是会嫌弃你，是吧？因为我经历过的，我你没有，经你经历都经历过没有？他不仅戴着口罩，还在捂着鼻子，一直掐着自己的鼻子，不让自己的。但有一点。咱们自己不要去，知道吧？我自己瞧不起自己，对，瞧不起自己。我有的时候吧，悄悄的往后躲着吧，躲到那个角一个角落了。我尽量的话就不让，不要去熏到别人。分社会那个电梯，正常的送外卖，一到夏天，外卖的就都站在那一排，那一排给人家留着。对这就叫什么？我们虽然就是出汗了，是底层，但是我们是有素质的。对，来吧，这是我们标准的，不偷不抢，对，挣最干净的钱。对，来，哭了。我为我的工作，我感觉我现在我可以说我为了我的工作而骄傲了。骄傲。我不是为别人送外卖，我是为别人送快乐。对，为别人送快乐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咱们就应该，咱们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北漂的聚集地。就是北漂的聚集地啊！我感觉这个地方，不管是你扫大街的也好，送外卖的也好，永远开着门欢迎你们到来。你穿西装打领带的，打领带的做老板的，不管你贫穷富贵，对，到这儿来，你就是过来享受我的生活的，对，心稍微静一静，对，我感觉挺好。咱们敬那个所有的送外卖的，送外卖的兄弟们都加油，对，加油，对，都努力干。跑车的也天天爆单，对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。